FA 领域的商品包括 CNC 伺服电机、伺服放大器。支撑世界生产现场的发那科 CNC 系统提供实现高速高品质加工，同时具备高可靠性和便捷维护性，规格多样的 CNC 控制器和伺服电机。 CNC 系统包括集成了机床开发所必需功能的标准 CNC 伺服系统，以及实现高速高品质加工的高档 CNC 伺服系统。操作界面提供发那科 IHMI 综合支持，加工现场所需的各种作业，包括机器操作、刀具信息及维护信息的管理等。发那科伺服电机拥有从小型电机到大型电机种类丰富的商品阵容，根据用途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电器产品。随着围绕机床的市场环境不断变化， CNC 的作用也发生改变。发那科 Series 500i-A 导入 IoT、 AI 数字技术，作为实现智慧工厂的平台，从基本构造开始焕然一新。 Alpha i-D 系列伺服进一步提升机床性能，减少能耗损失。发那科 CNC 的数字孪生技术在数字空间进行机械设计及模拟，为加工工序整体的高效化、提高加工品质做出贡献。表面精细处理技术利用 CNC 生成的平滑刀具路径以及最先进的伺服控制技术，实现高品质加工，提高了从零件加工到模具加工的各种加工面品质。高效加工技术是 CNC 伺服控制技术实现了加工周期的缩短，根据加工需要生成最佳的指令路径和加减速控制，缩短加工周期。利用测量软件 SubViewer 确认切削时间，为缩短加工周期的操作提供支援。五轴智能技术实现了复杂形状零件的高速高品质加工，利用丰富的测量功能支援加工前的准备工作。ProMotion i Model A Plus 数字伺服转换器实现注塑机、冲压机等产业机械的电动伺服化。为了在加工现场简便导入发那科机器人，实现CNC 和机器人的简便连接，利用机床的手动操作杆给机器人定位，在 CNC 画面上可以简便生成机器人程序。而且只要指定机器人的起点和终点，就能自动生成避开周围障碍物的机器人路径。CNC 伺服系统与激光器相组合，对应各种各样的激光应用，竟给轴和激光输出高度同步，实现高速激光加工。激光器扫描仪可与发那科机器人简便连接，并可与机器人动作高度同步运转，为客户提供机器人运转时的高速高精度焊接、远程激光飞行焊接。发那科机器人涵盖了从可搬运重量500克的发那科拳头机器人，到可搬运重量2.3吨的大机器人之间丰富的商品阵容。根据客户的用途及使用环境，可选择最适合的机器人类型。接下来介绍为工厂自动化做出贡献的机器人应用事例。
这是FANUC销售业绩最好的点焊机器人。最新机型将焊接电缆和冷却水管装在机器人手臂内部，不用担心电缆或水管与汽车车体碰撞，实现极限接近作业。弧焊机器人可以连接各种焊接电源，对应不同焊接零件的特点，实现高品质焊接。激光加工也可以使用机器人，激光切割加工利用高精度机器人实现复杂形状的工件加工。激光焊接加工，机器人与变位器同步实现高精度焊接。在搬运、组装用途使用各种FANUC机器人。SCARA 机器人是四轴结构的机器人，可高速进行各种物品的搬运、整列和组装作业。FANUC拳头机器人是具有独特构造的轻型、结构紧凑的高速并联连杆机器人。FANUC机器人也被使用在物流行业，利用视觉传感器，即使货物发生位置偏离，也可实现准确的抓取搬运动作。大机器人 M2000IA 可以自己搬运超过2吨重的加工材料，用它可以代替起重机和汽车车身升降装置，实现作业的机器人化。清洗、喷涂工序等对工人严酷的劳动环境也可以导入机器人，为工厂日益进步的机器人化做出贡献。协同机器人是与人接触时能安全停止、不需要安全护栏的全新概念的机器人。与人一起工作的协同机器人开启了工厂自动化的新时代。其中 CRX 是安装和操作都简便易行的协同机器人，在与人接触时的轻微力量下就会安全停止，利用直接搬动手臂的直接教习实现简便操作。利用直接教习， CRX 也可简便实现焊接作业的自动化，使用熟悉的平板电脑，即使是初次使用机器人也可马上上手。安装在 AGV 或手推车上，可以简单移动，进一步扩大了应用范围。视觉传感器作为机器人的眼睛，在散乱堆放的状态下也能准确找到并取出目标物，不再需要使用工件整列装置，机器人可以灵活地从箱子或框中将零部件取出。智能机器人利用力觉控制，可以一边确认组装时所用力量的大小，一边进行齿轮的组装作业。过去依靠人的感觉和熟练程度才能进行的作业也实现了机器人化。ZDT 零停机功能监视机器人状态，消除意外停机时间，收集机器人平时的数据并进行分析，从而判断机器人的状态，发现异常时也可以通知用户。智能机械产品包括 RoboGel、 RoboShot、 RoboCard。 RoboGel Alpha DIB Plus 系列是追求高性能、高可靠性、高生产效率的小型加工中心的最新机型，利用高刚性的机械结构和高输出功率主轴电机，实现了铝件和钢件的高效率加工。
装有滴滴电机的附加一轴转台 DDRIB， 能够实现高速高精度的分度以及工序集中加工。利用 RoboGel 和 FANUC 机器人组合的加工系统，推进加工工厂的自动化。 RoboShot Alpha SIB 系列是追求高可靠性、高性能、高生产效率的电动注塑机的最新机型。第二射出装置使用与 RoboShot 相同的控制器，实现精密稳定的多材成型。利用 RoboShot 和 FANUC 机器人组合的成型系统，推进成型工厂的自动化。 RoboCut Alpha CIC 系列是追求高可靠性、高性能、高生产效率的电火花线切割机的最新机型。利用高刚性的机械结构、最新的放电装置和放电控制，满足从零件加工到模具加工的高速高精度要求。采用 FANUC 最新 CNC， 操作性得到了进一步提高。使用协同机器人的高柔性自动化系统，为长时间连续无人运转做出贡献。全新的 Field System Basic Package 将数据利用所需的基础包安装在内，以一体机的方式提供给客户。Field System 可将不同厂商机器的多种数据结构整理为通用的数据模型并保存，客户不必在意各厂商的不同数据结构，即可有效运用必要的数据。 Field System Basic Package 内安装有立即可以使用的控制界面应用，让进行制造现场数据集中管理的综合信息平台 Field System 挖掘出隐藏在数据中的价值。这里介绍主要的 FANUC AI 功能。 FA 机器人智能机械的各商品推出了各自的 AI 功能。 FANUC 的 AI 灵活运用 Field 系统及 LinkEye 系列收集分析适合 AI 的数据，设备运转更加智能化，实现高度高效化和最佳化的智能工厂。 FANUC 提供灵活应用 AI 人工智能的各种功能， AI 伺服调整功能将熟练操作员以试错法进行的伺服调整操作，应用 AI 技术实现自动化。该功能简单实现最佳调整，为提高加工性能做出贡献。 AI 合格判定功能只要少量图片数据即可完成学习，只需机器人控制器即可执行导入工厂简便易行。 AI 散堆拾取功能将视觉传感器和产业用 PC FANUC IPC Box 相结合，可迅速检测出零件并自动生成机器人的动作路径。应用了机器学习技术的 AI 功能， AI 热位仪补偿功能预测机器的热位仪，实现加工性能的提高。 AI 逆流监视功能推测螺杆前端零件的磨损量，实现预防维护。今后还会继续将机械学习技术拓展到现行规则难以实现的领域，进一步推进 AI 功能开发，为生产现场助力。